各位同学好，欢迎大家来到机械设计、机构与机电,电整合设计这个课程。我是原子大学机械系徐业良教授。在先前的单元里头，我们介绍了传动系统，介绍了这个机构设计等等。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到这个学期最大最重要的一个单元，也就是电子与感测元件。 那事实上，我想机械系的同学啊，很多的同学对于电子、感测元件、电路等等比较没有接触，也比较没有自信。那但是在这个现代的机械里头啊，大部分的机械都包含了电子与感测元件。我们很少很少看得到纯粹机械的设计啊，除了比如说脚踏车之外，我们几乎所有的机械都有这些电子与感测的元件。 那这个电子与感知的元件有什么样很大的帮助呢？那事实上，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个功能啊，如果我们纯粹是机械的方式，用机械的想法去想的话，很多功能都不容易达成。但是用电子与感知元件，可以很简单的达到，而且通常成本、体积、空间都比机械的方式要来的省钱，要来得小。 所以，我们在这个单元里头，我们就要为为各位同学介绍电子感测元件。那希望给同学们一个基本的认识和它的相关的应用。那我们希望同学们把这个电子与感测元件呢，当成各位的机械设计的工具。那在这个里头，我们也会透过这些实作的这个练习、实作的计划，来培养大家这个机电整合的基本的设计的能力。 那事实上，这一个单元非常大，它的小单元非常非常多。那也希望大家可以跟着我们啊一起很有耐心的走完这个单元。那相信大家在这个单元结束之后，一定会觉得非常有收获，啊，觉得对于这个机电整合电子感知元件有更好的认识跟应用。那首先，我们这个第一个小单元呢，就要从这个最基本、最简单的这个电子元件开始谈起，也就是电阻器 （resistor）。Res 电阻器，那事实上，这个电阻器它基本的概念呢、啊，就是说，诶、哎，每一个材料，所有的材料在电流流通的时候，它都有电阻。那电阻的这个现象，就是怎么样会把这个电能转变成为热能。那然后这个这个，如果是电阻越大的话，那这个电流也越难通过等等。那从我们怎么样来表现一个材料的呃电阻的大小呢？那我们就常常用这个所谓电阻值 （resistance）。 啊，或者我们常常用这个英文字母 R 来表示这个电阻值。那这个电阻值跟材料的什么特性有关系呢？我们看到这一这一个式子里头，R 是等于 r o L 除上 A。那这个大大写的这个 L 啊，就是这个材料导体的长度。那大写这个 A 呢，就是它的截面积。所以也就是说，这一个这一个材料的电阻值，它的大小跟截面积成反比，越细的话。 电流越难通过，电阻值越大，那也跟长度 l 成正比，就是越长的话，它的电阻值就越大。那中间有一个这个电阻系数 resistivity 若。Res 那这个电阻系数表达的是什么呢？电阻系数表达是不同的材料啊，它的电阻的特性不一样。譬如说金属材料，像是金啊、银啊、铜啊，它的电阻系数这个 ρ 的这个值呢非常非常小，所以我们把这些事情、这些材料叫做导体，它很容易传导电流，常常用来做导线啊等等。那相对的这些其他的材料，像是塑胶、橡胶、玻璃、陶瓷、石英等等，它们这些材料的本身的电阻系数这个 ρ 值呢就比较大。 所以表示它们不不容易传导传导电流，所以叫做绝绝缘体 （insulator）。Ins ulator, 所以我们也常常用这些绝缘体的材料来做一些绝缘上的应用。所以这个 row 呢，就代表着材料的电阻系数。那我们我们日常在这个这个电子元件在电路上头，我们常常用的电阻啊啊有好几好几个种类。我们最常看到的电阻啊，电阻器呢是这个这个叫做碳膜电阻 （carbon f i l resistor 碳膜电阻，那碳膜电阻为什么叫做碳膜电阻呢？如果我们看看到这个它的组成的图图的话，它的这个碳膜电阻啊内部啊，事实上它是把碳膜、啊、碳，大家知道是一个导电的材料，把碳膜的传绕在这一个这一个核心上头，然后用它的碳膜的传绕的这个多寡来达成它所要达到的电阻值。它的外观常,常常就是这样。我相信大家各位同学在很多的电路板上。 都有看到这样子的电电阻啊，那这个叫做碳膜电阻，是我们最常用的一种电阻，通常是用自动化的方式大量的制造，品质很稳定，价格很便宜，那我们很广泛在使用。所以下次大家在看到这个电阻器的时候，大家就知道这个叫做碳膜电阻。那另外一种类型的电阻呢，它长得、呃、外形长的样子跟刚刚的碳膜电阻。 蛮像的，那可是这种材料，这种这种电阻器呢，我们叫做金属膜电阻 （metal film resistor）。金属膜电阻，那金属膜电阻的内部呢，也跟刚刚的碳膜电阻很像，但是它它它是用一个很薄的金属膜去缠绕，而不是用碳膜，它是用金属膜去缠绕在这个核心上头。那所以它它用的这个金属合金呢，常常是镍。 个的核心，然后它用这些当当电阻材料，通常来说它的耐久性、它的准确度啊，比碳膜电阻更好，当然价格也比较贵一点，所以它通常在用在比较精密的电路里头。所以到这里我们就就看到有哎碳膜电阻跟电阻，那、呃、跟金属膜电阻。 大家可能会注意到，碳膜电阻或者金属膜电阻的表面呢、啊，都有这个所谓的颜色的编码，有这样一条一条的颜色的编码。那这些颜色代表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表啊，比较简单的，例如说碳膜电阻的话，它是有四条，叫有有一个四色嘛，所以它有四个不同的颜色。 那这个四个不同的颜色，事实上都是代表不同的数字。那比如说像，像像在我们这个这个表里头，我们看到，呃，棕色代表的是一，然后红色代表的是二，橘色代表的是三，黄色代表的是四，等等。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颜色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例子里头，它的第一条。 第一条呢是棕色，我们就知道它代表的是是一。那它的第二条呢是灰色，我们看到灰色代表数字是八，也就是说，哎、欸，这这个两条就就代表十八一八。那第三条第三条是绿色，那绿色代表的是五，所以在四色码里头，这个第三条就代表的是乘上十的五次方，乘上十的五次方，所以它的电阻值就是十八乘上十的五次方这么多的欧姆，或者说一点八。 mega 欧姆，一点八 mega 欧姆，那最后这一条啊，最后这一条是代表这个电阻的这个这个容差。那像是比如说在这里啊，最后这一条是银色的话，就表示这個容差是正负百分之十，所以是一点八。 啊、uh,，mega 欧、oh、姆正负百分之十，所以下次大家再看到这个，不管是碳膜电阻或金属膜电阻上头的这个四色编码，那也许就可以读出来说啊，这个代表是什么意思，它的电阻值多少，容差是多少。那通常我们除了四色的编码之外，也有五色甚至是六色的编码。所以像刚刚提到金属膜的电阻，因为它比较精确，所以它的这个呃电阻的大小的表达，通常是会用五色或是六色的这个编码来表达。 除了碳膜电阻、金属膜电阻之外啊，那另外一种种类的电阻是水泥电阻或是陶瓷电阻。水泥电阻和陶瓷电阻呢，它的内部的构造其实跟碳膜、金属膜基本上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它是用陶瓷，它它是用陶瓷来来做，用陶瓷当核心，然后用水泥或是陶瓷做它外面的封装。那为什么要用水泥或陶瓷做外面的封装呢？ 这样子的话，它这个这样子的电阻啊，比较呃耐高电流，比较耐震、耐湿、耐热，所以它对环境的这个容忍度会比较好。所以水泥电阻跟套陶瓷电阻呢，常常也会在一些印刷电路板，或者说在一些呃比较需要对环境有比较高的这个忍受度的一个电路的应用，会用到水泥跟陶瓷的电阻。那我们看到水泥陶瓷电阻，比如说我们看到看到这个电阻器上头，它有一些标示，比如说它的。 来，在这个电阻器上头，我们看到它标示五 W 四十七 RJ，五 W 四十七 RJ，哎，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个五 W 啊、哦，其实它意思是说，这个电阻器的功率是五瓦，功率是五瓦。那四十七 R 表示 R 是电阻值嘛？那所以表示它电阻值是四十七欧姆。 然后这个最后的这个 J 啊，J 表示这个容差是正负百分之五。那不同的字母会代表不同的容差的值。所以，我们从这个标示里头，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电阻电阻器啊，它的基本的规格其实有两个，除了电阻值之外，还有它的功率。它的电阻器的基本的规格，我们要选择电阻器的时候，那我们要决定我们电阻是器的电阻值是多少。 功率是多少？例如说碳膜电阻啊，它的电阻值的范围可能从很小的一欧姆到很大的二十二 mega 欧姆等等，所以电阻器的电阻值当然是最重要的一个规格。那电阻值呢，常常在比如说我们在电路里头有一个最基本的欧姆定律，呃。 I 等于 V 除上 R，或者有的时候我们是说 V 等于 IR。那中间这个 I 是电流，单位是安培；那 V 是电压，单位是伏特；R 呢就是我们的电阻器的电阻值欧姆，啊、呃，单位是欧姆啊、呃。所以我们从从从,从这里，我们要去决定一下我们的电阻值啊、呃，我们需要电阻值到底是多少，然后去选择我们适当的电阻器。那另外一个重要的重要的规格、啊、是它的功率。所以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电阻器的这个 这个电阻值是多少？然后我们又知道通过上头的电流是多少的话，我们透过这个式子 P 等于 I 平方 R，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来说啊，这个时候电阻器的功率是多少。像刚刚前一张投影片里头我们看到的那个电阻器啊，它的功率是五瓦。 可是，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的应用的状况，它的功率如果超过五瓦的话，就很有可能我们会把电阻器给烧坏。所以，除了知道电阻值的大小之外，我们也要知道，知道我们在这个运作上头功率是多少，然后选择适当的功率的电阻值。